我们看这一题，这一题他说哈 ，f(x) 从零积到三是二 ，g(x) 从零积到三是一，那这个2f(x) 减 g(x) 从零积到三是多少？那这当然是等于两倍的零积到三嘛 ，f(x) 它减掉多少？这里有 dx。减掉从零积到三 ，g(x) dx， 啊这是二啊，乘以二、啊，减多少？减一，所以答案是三，所以这一题应该要选 A。